们大家好，我是李，今天我们继续聊原神啊。好像前面有两个任务，咱们接一下。有什么事呢？这里太阳了，当然这里可以雪山，地位上的正常。太阳在你心里行走，怎么你想进雪山吗？那就去看看。好吧，我也不会劝你，像你这样的行走见多了，从来都是劝不动的。但如果真要进雪山，你就时刻关注自己的体温。要是你体温太低，我就会行走迟缓，手表会被冻伤，如果运气再差点，被猛兽袭击，就倒大霉了。所以，如果你体温太低的话，就迅速创建暖源，先恢复体温，再做打算。总之还是那句话，这里的环境比蒙德任何地方都要休闲，在雪山里做任何事都要制定好计划再行动。因为冒失人丧命的冒险家，我也见了不止一个了。好了，不耽误你的时间，你要进雪山的话，做好准备再出发吧。雪山的情况，我只能说这里环境比蒙德任何地方都休闲。关于恶劣的环境之外，这座雪山还有一些奇怪的冰，那些冰难以解释，又活闯又不活。最主要的是有几条道路被这些冰堵住了，我们好几只探险队都被那些冰拦住，用尽方法也绕不过去，只能折返回来。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解决那些冰的方法，要去看那些冰。你只需要去看看那些冰吧，我记得雪山外围也有一大块类似的冰，不知道里面都着什么。你可以去附近看看，不过记得千万不要往里走。好嘛，完成。你咬下了蒙德，来调查雪山的冰。先放下，走吧。去查一下雪山的冰。稍微的热源是那个黄色的石头吗？嫉妒一下，好嘛，这也不是热源，就这样。直接30几热源线，先把这传送点解锁一下。我看一眼这个冰，好歹的冰，里面斗着什么呢？调查一下，我是来调查冰的。冰里的，就依着它，这完全找不到啊！烧一下呢，吐花。找个热源待呢，这转不动啊，转不动。调查奇怪的冰，我怎么调查？它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显示。不要跟着我，行不行？这里到了薄荷，这免疫了。不行啊，这哪调查？没法调查，先撤了再说吧。这里也没有热源啊，我可不会认输。金花匠，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。之外，看来我大意了。不要那么粗暴，出门好累。说，好累了。
不是秦团长吗？他好像在和什么人说话，等他们说完过去打个招呼吧。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，若无法立刻剿灭作乱的魔龙，不如将蒙德的城防移交给余仁仲。蒙德的龙灾是可以处理的，只要让我们把那头野兽。野兽？嗯，代理团长大人的意思是希望贵国的外交官能拿出更职业的态度来。你们想处理蒙德的四风守护之一，我不希望有人在西风骑士面前说这种疯话。也没你说的那么疯吧。很好，今天的磋商到此为止。这次的成果就是双方坦诚地交换了建设性的意见，对吗？我会如实记录。你回来了，十分感谢你的协助，城市周围的元素循环终于安定了。附魔龙上次袭击的余波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吧。不过使团那边施加的压力也已经大到了很难无视的地步。使团？是外交使团吗？来自离月港吗？还是道奇城？是指中国在七神中信奉冰神的国家，他们的使者有个特殊的名字，余仁仲，听说过吗？啊，原来是余仁仲，确实有听过，不过是那种不太好的名声吗？我不认为直接杀死风魔龙是正确的行为，而且冰之神统帅的余仁仲觊觎着风神眷属的力量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非常可疑了。怎么了？好，那我们就回骑士团总部吧，不要在这种地方谈论重要的事。蒙德与智东是平等的，同为此时七国之一。蒙德是独立城邦，不属于别的什么国家。智东国也只是建立时政体不同，所以称呼不同而已。但在外交方面，智东国的余仁仲恐怕可以算是大陆上最强势的一方。没错，比如刚才的家伙，语气就非常讨厌呢。谢谢广大。简易，小逆，海瑟，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